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游泳池有这样一位父亲。他经历过什么呢？我要怎样才能更好的保护他？ 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下半年了吧？我爸一喝多了就这样，所以我妈才会带着我四处转学，想躲着他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一次这么快就被找到了。你在哪？我去找你吧。啊？朱佳琪，很高兴能遇见你。 少年时代的感情，往往开始毫无来由，而结束的也更加猝不及防。游泳池离开的那个夏天，我的青春好像也有一部分跟着他离开。 重启，重启啊！给，甭玩，不说重启吗？重什么启？给老板，这些。都复读了吗？怎么了？忘记三载了？啊！我在家背历史背的都快吐了，这不来找你聊聊天，顺便洗洗给你的阳气吗？啊，不是啊，你本来不是读理科了吗？怎么变回文科了？你就是没见识，我告诉你，理科学校那是和尚庙。 文科学校，天堂！我靠，张放 ，iPhone 啊！你爸那个洗浴中心这么赚钱啊？是不是最近新增什么特殊服务啊？滚蛋！